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11页，311页倒数第四行。八相成道第七，转法轮，分两大苦。第一个总相，狮子道火，这又分两苦。第一苦前法，能感。第二颗呢，别相，这说法所应，这属于总相。转法轮，转是启动，法轮用轮来代表圆满，表这个意思。佛法是圆满法，所谓圆满就是包容一切，没有一法不在法这个佛法当中，佛法就是一切法。我们看慧能大师他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就开悟见性。性是什么样子？他用五句话来形容：真正是简要相明，很简单扼要，也详细也明白。这20个字说尽说透了。自信是我们的真心，真心是平等的，我们这个心跟释迦牟尼佛的心，跟阿弥陀佛的心，跟毗卢遮那的心，跟一切众生的心是一个心。所以禅宗里头说，若人识得心，
大地无寸土。啊，这也就是圆融了，全都包了。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”万法是什么？全宇宙。啊，空间十方，时间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法漏掉的。啊，万不是数目字，是形容，代表圆满。宇宙之间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从哪来的？自性生的，自性真心。我们真心生的，真心不可思议啊！这是说它起作用。前面说它的体，第一个是清净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它没有染污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地球发生严重的染污，这些染污多份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，科学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方便，在物质生活上，但是很少人知道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今天社会的动乱，地球上灾变异常，这全是我们付出的代价。啊，这个代价了，不值得。谚语所谓“得不偿失”，稍稍冷静一点，我们都能看到。本性是清净的。本性现出来的现象也是清净的啊，本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但是现象是生灭法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这是自然现象，无法避免的啊，无法避免是说六道十法界啊，见性的人他就避免了啊，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，海贤老和尚见性了。我从光碟上看到啊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只是天机不可泄露，不说，不是不知道，说这句话的人不简单，如果没有明心见性，他说这一句话就是大妄语，大妄语的罪是无间地狱啊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他说这一句话真的，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了，可见他不是妄语啊。他的明心见性在净土宗里头叫理业心不乱啊，净宗三个阶段，
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，一般要像老和尚他所具备的条件啊，他的条件是什么？最难得的老实听话正干啊，凡是这样的人具备这三个条件，没有不成就的啊，决定成就，而且成就得很快。我们在净土神仙录，在高僧传里面看到的啊，念佛往生的，往生传里头多半都是三年啊，所以在早年间说这个话应该是四五十年前，我出来讲经，那个时候我三四十岁啊，我三十三岁出来讲经，台湾基隆有一位德荣法师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他已经往生应该有二十年了，二十年前过世，曾经问过我，他说是不是这些念佛的人三年寿命就到了，阿弥陀佛接他往生，问我这么一句话，问得很好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读往生传看到这个现象，免不了怀疑。我回答他的，我说不可能啊，为什么？少数人或者他寿命只有三年，如果是那么多人呢，都是寿命恰好三年，这讲不通，不合乎逻辑。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他功夫成片的，得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一定啊透信息给他，也就是他会见佛啊，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所说的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。什么条件之下见佛呢？功夫成片，也就是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成片。有这个功夫他就能往生啊。佛来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啊？你像一起宋朝银窟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佛告诉他你寿命还有十年啊，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，尽了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，等于给他受记啊，在这个状况之下了，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。那么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啊，他居住老实听话正干，态度又好，学佛的态度他真诚亲近恭敬啊，具备这个条件，念到功夫成片不会超过三年，那是三年就得到了。二十岁出家，师父就传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叫他一直念下去。
那么二十三四岁，他一定到这功夫成片啊，没妄想，没杂念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啊，佛一定告诉他，他知道了，啊，他没有要求往生。那么在这个功夫再向上提升，也不过三年五载吧，三五年之间，他就念到四一心不乱，四一心不乱，见思烦恼断了，等于阿罗汉，教下的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了。那么再向上提升，啊，有个三年五载，就到理业心不乱。理业心不乱，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六种神通具足，真的。他什么都知道，见性的明心见性啊。那我们估计老和尚明心见性应当在四十岁前后啊，他为我们表法，在这个时代啊，用这种方式平平安安修行，真苦，一帆风顺，教化众生完全用身教，不用言教啊，身份不暴露。老人活到112岁，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，阿弥陀佛给他任务，让他表法啊，阿弥陀佛知道在我们今天现前这个时代，崇尚科学，尤其有不少无神论者啊，不但不相信净土，连佛法都不相信，他的表法最重要的意思告诉我们，真有西方极乐世界。他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，我估计10次以上。啊，东晋慧远大师传记里头记载，老人一生在庐山东林念佛堂4次见佛啊，老和尚念了92年了，至少10次，他有透露风声，所以我们要会听啊。他曾经说，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他老佛也不肯，说我修得不错，要我表法，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。你看，他有好几次，那就不是一次啊。这说明是多次见佛，多次见到极乐世界，不说啊，这些话里头我们仔细去听啊，话里头有话要会听啊，他透的信息啊，极乐世界真有，
阿弥陀佛真有，信愿念佛往生净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给我们念佛人十足的信心，啊，愿心。啊，那么经中有，当然大乘佛法就有。大乘佛法有，当然显教密教啊，小乘佛法统统具足啊，不是假的啊。老人表的修身，在中国人讲的啊，再往前推，各无智持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世间法全做到了啊！啊，这个世界这么混乱，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如何能让世界恢复安定和平。我们在永思录里头能不能看到？能看到。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他做出来了，我们要学习。啊，决定，没错，你只好好跟他学。走这条路子，他能明心见性，你也能明心见性。啊，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，啊，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现在人男女老少，心浮气躁啊！这三个条件没有啊，不老实、不听话、不肯认真干，不是佛法不灵啊，是我们没有具足学佛的条件啊。经中同学，我早年在美国劝大家成立净宗学会啊，美国第一个净宗学会在圣何西啊，桑尼维尔，现在的会还在啊，美国、加拿大，我在那个时候，一共有30多个会，啊，现在应该还有10几个。我写了个缘起，缘起里面提出行门5个科目，那就是戒律，行门。啊，净业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。啊，严持戒律，我们只抓住这个5个就够了。真心、真念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什么都不要想。
正德果德是自然的啊，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都是自然的啊，不必要求，功夫到了自然现前啊，理业心不可思议境界现前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像佛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不是向外求的，是从自性里头向外流出来的，每个人都有，大家平等。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为什么会变成众生？佛说了，你有三种烦恼，把你的心得障碍了，完全扭曲了，把智慧变成烦恼，把德能变成造业，把相好变成六道轮回，扭曲了。如果你觉悟了，自性能量智慧完全恢复了，不是心得来的，是你本有的啊，心外无法。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生，慧能讲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个万法就是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哪来的？是你自己真心生出来的，现出来的啊！自己自信能现，自信怎么会不明了呢？怎么会不知道？哪有这种道理？所以只要你明心见性，对于这个万法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、他方，你全都知道。啊，就像老和尚说的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啊，不能给你说，为什么你不懂？说了你也不相信。那么佛教的教学，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，要不然人教不需要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，讲经说法49年，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谁教他的？华严跟谁学的？法华哪个人教的？连最浅显的普世教育，阿含，谁教的？没有人教他，他19岁出家，放弃王位，为我们表法，放下烦恼障。啊，他表的是知识分子，啊，知识分子好学多闻。啊，所以19岁出去参学，印度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他通通亲近过、涉猎过。到30岁，12年了，学的东西有用没用？没用。
不是究竟法，完全放下，这种放下所执障，所执障碍自性，不能见性的，放下。啊，毕波罗树下入定，这一入定啊，开悟了，啊，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。啊，见心之后，所说的一切法从自性流出来的。你看，慧能大师见心说了五句，啊，五足一听，没错，真见心的不是假的，一波就给他了，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。啊，大乘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见性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以见性为目的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净土宗也是见性，见性才能成佛。但是净土宗的方法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，才能见性。证菩提就是见性，啊，这个事情难啊，佛说的容易啊。你看，我们把话说得简单一点，通俗一点，大家好懂。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接触。眼耳鼻舌身意起的作用，起作用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那是智慧。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禅定，最高的禅定。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什么境界？佛的境界，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啊，这是第一等成佛了。啊，第二等由起心动念，见色闻声由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是菩萨。再降一等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没有执着是阿罗汉。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。没有起心动念就成佛了。你看，这么容易啊。啊，修行在哪里修啊？眼在色上修，耳在身上修，音身上修，鼻在香臭里头修，舌在肠胃里面修，没离开生活。海贤老和尚的修行在生活当中啊，在六根对六气六尘境界当中修什么？修不起心不动念。所以他眼目当中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，好的好，不好的也好啊，没分别。
啊，没有分别就没有执着，那是行菩萨道啊，那是修菩萨行啊。待人接物那么好，那么圆满，那是信的自然流露。啊，这样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直接生十报庄严土，他不是同居土，不是方便土，他是十报土，化身菩萨了。化身菩萨是真佛，不是假的。天台大师说分真即佛啊，他还没圆满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啊，只有随他去，不理他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。一般大乘经上说要多长时间？三个阿僧祇劫，无始无明习气自然没有。那么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十方诸佛刹土，这里面真的有许许多多化身菩萨啊，诸佛如来十报土的菩萨，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那去干什么？啊，这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极乐世界十报土一定比其他诸佛十报土要殊胜。如果不殊胜，人家到那去了毫无意义。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说啊，在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常常带领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个表法给我们看，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慢慢去体会西方极乐世界殊胜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。这经上有说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就是集一切诸佛十报土美好的大臣，所以化身菩萨了，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参学。做弥陀弟子，无比的光荣啊！你到任何一尊佛国土去，佛都特别招待你。为什么？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沾阿弥陀佛的光啊！别人尊敬阿弥陀佛，当然要尊敬阿弥陀佛的弟子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把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统统放下，我只取无量寿经。
净土法门，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不退成佛，决定选这一门。这法门这么殊胜，无比殊胜。啊，今天怀疑的人多，评论的人多，错了。啊，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弥陀慈悲，让贤公表法给我们看，坚定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心、愿心。那我们有把握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条件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，万缘放下，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。如果在这个世界里头还有贪念，还有需求，去不了了，不能着相，不能有丝毫贪求啊！啊，记住老和尚常说的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为什么？阿赖耶变现的就是假的，阿赖耶是生灭法啊！我们一心念佛，决定要念到有把握往生。我们见到佛了，佛要让我们表法，我们也听话啊！表法就是要持戒，要不怕吃苦啊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就能够表法。别人不能舍，你能舍；别人放不下，你能放下。要表这个法啊，所以法轮法圆满的法，究竟的法，就叫法轮。啊，这就是教化众生的八相成道，前面成道了，成道就是证到佛果了啊，证果之后干什么呢？教化众生，转法轮就是49年讲经教学啊，释迦牟尼佛是身行言教啊，他教给我们的，他全做到了。啊，不是只说不做，啊，他是说了就做，做了再说。啊，大家相信他，大家欢喜跟他学习。啊，我们看。念老的注解啊，前面有经文，天人归娘，勤转法轮，即以下注句为第七项，转法轮。这一段内容非常丰富啊，我们要看清楚，看明白啊，要能够体会到经里面的意思。天人者，天道众人，
归者归敬，娘者亲娘，啊，娘母。哦，这后头有很长的这些制度论啊，《大制度论》上说的，经史释迦文佛得道后57日即不说法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57天啊，不说法。自言我法甚深，难解难知，一切众生复诸是法，无能解者，不如默然如般涅槃。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，为41位法身大士宣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这一部经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慧能大师的5句话20个字。这5句话要是细说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。大方广佛华严要是浓缩，就是这20个字。啊，言语有简繁，华严经说得多，说得详细。繁多，能大师所说的5句话，简单啊，言语有简繁，意思是圆满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能大师的5句话细说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华严经6说，就问华严经里面说的是什么？最简单的回答，慧能大师的5句就讲完了。佛法的妙啊，可长可短，可深可浅。得大自在啊！啊，看说法对什么人呢？慧能大师说这个话对象是无祖，所以一提无祖就明白了，给他印证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要跟一般普通菩萨来讲，那就是华严经了。啊，华严经我们学过。啊，过去讲过2遍，都没有讲完，就是讲的一半还不到。
啊，前面我记得是讲了17年，讲了一半。第二次讲的，我没有算年月，我算的是小时，因为有录像。啊，我们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讲了多少呢？1/5。换句话说，啊，我这个讲经的速度，把一部《华严经》从头到尾讲一遍，需要20000个小时。时间太长了，我们现在一天讲4个小时，一年讲1200个小时，啊，10年才12000个小时，要讲18年。这一部经啊，啊，哪一个学校一个课程有这么多学分的？世界没有。啊，真的是深深难解难知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难他有烦恼啊，他有业障如果烦恼业障都消除了，都放下了，都化解了，那很容易啊，啊，像无足一样。一部《华严经》，几句话就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啊，无足完全明了。一波就传给他了。这是形式，在那个时候是有必要的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那张家大师教我的佛法，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啊，这一句话也不是张家大师自己说，应该是古圣先贤。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，啊，跟新加坡的总统纳丹很熟，我们见面至少有10次。啊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还没当总统。我们就认识，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，他跟我坐在一起，告诉我，那个时候他是驻新加坡驻美国的大使，以后大使下来之后，回到新加坡，啊，去竞选总统，选上了。他告诉我，他是印度人，是印度教，他信印度教，啊，他说他一生最佩服的佛教，啊，最尊重是佛教，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啊，我听着就呆了，这个话我只听张家大师给我讲过，从来没有第二个人讲过，哎，他怎么会讲这句话？
讲的意思完全一样，所以我就晓得这一句话不是张家大师说的，应该祖师大德说的，知道的人不多啊。实质海贤老和尚表演的实质，啊，形式假的，但是宣传佛教需要形式，形式是表演，舞台表演给观众看的，啊，不是真的，真的在幕后，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啊，外面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里面清净一尘不染，啊，一定要懂得看破放下，啊，这是张家大师我们第一天见面教给我的，啊，看破的意思了解诸法实相，这叫看破啊！你对于事实真相了解啊，譬如老和尚常说什么都是假的，这就是看破，知道是假的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啊。什么放在心上？真的放在心上，念佛成佛是真的，这是大事，要放在心上，其他的通通不可以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假的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你明白了就悟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如果明心见性了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就像做一场梦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痕迹都不着。啊，你执着就错了，执着怎么样？你醒不过来。你贪恋梦中境界，你就醒不过来。啊，贪恋四圣法界，你出不了十法界。贪恋人天、乐欲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是对于学佛造成严重障碍啊！啊，所以佛法真难修啊，不但是大乘，小乘都不容易啊。小乘粗苦，这就成就了，要放下见惑。啊，就是错误的看法。头一个身见，身是假的，身不是我，每个人都把身当作我，看得很重，怕死，贪嗔怕死，出不了轮回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身不是我，我不是身。那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啊，它要脏了、坏了，欢欢喜喜脱掉一件，再换一件。
才真懂得。啊，我有真我，涅槃里的有我，三德里的有我，法身般若解脱。啊，佛经上对我的解释是主宰的意思，自己能做主啊，是自在的意思。这两个意思我们都没有啊。啊，我们对这身体，我要求他长生不老，行不行？我要求他年年十八，不行，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他做不了主，他也得不到自在。必须把这个东西摆脱掉，主宰自在就现前了。啊，真有主宰，真能自在。啊，小乘出国要断五大种、五大类的见惑。第一个身见，知道身不是我；第二个边界。边界是两边对立的，没有对立就统一了啊！所以第二个边界要放下，真妄是两边，邪正是两边，善恶是两边，我们活在边界里头啊，都是两边的，两边都没有，都是假的，全都等于零啊！啊，生佛是两边，通通在两边，这个看法是错误。应该怎么看法？整个宇宙是一体，为什么？自信，通是自信变的啊，花样再多，所谓一金做气，气气皆金，我们用黄金做出一些首饰器皿，可以做几千种、几万种，啊，它的体呢就是黄金，啊，受黄金全部就包括了，所以要认识心，要认识能生能现的，所生所现假的不是真的，啊，但是真跟妄。是一不是二，啊，所以佛教我们于一切法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，那就是彻底觉悟了啊，真的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没有办不到的，法身菩萨啊，众生的麻烦真的说了，一切众生付诸事法，佛是绳索捆绑，着是着相啊，事法是假的，在事法里头生起贪嗔痴慢疑啊，贪嗔痴慢疑都是假的，了不可得了啊，众生
迷惑、颠倒、执着啊，分别执着啊，这就造业。业感果报啊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。众生接受佛法，烦恼习气断不了啊，他不能成就啊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在六道里头，长劫轮回，生生世世要有这个缘，受佛法的熏陶啊，到哪一生功夫得力了？得也得力是什么呢？举个简单的比喻，财色名食睡无欲啊，完全不动心啊，很清楚很明白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成熟了。佛会来教你，会来帮助你啊，最方便的方法无过于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，把你保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你在极乐世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很容易。换一个环境修修，极乐世界这些烦恼习气生不起来啊，环境太好了。我们这个世间人贪财，为什么呢？财物太少了，不够分配啊！其实人生迫切需要的，一刻都不能少的是什么？空气。有没有人谈空气的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它太多了啊，极乐世界的金银财宝就跟我们的空气一样，太多了，谁要那个东西啊？在极乐世界的七宝啊，珍珠玛瑙这种七宝，琉璃做什么用？建筑材料，黄金铺马路的，铺路的啊，我们这边铺柏油，极乐世界铺黄金，谁要这个东西啊？极乐世界你不可能起贪心，那就是它太多了，样样都多，你取之不尽，用之不尽，而且在极乐世界样样称心如意啊，无需要造作，都是从念头里头变现出来的，想什么变现什么，心想事成，这是极乐世界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染着是法，无能戒者，佛也不能啊，也没办法帮你解脱啊，看到这个世界这种样子，不如默然，如般若，如涅槃路。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不生不灭，这里头真路没有苦。
啊，佛看到成佛之后，啊，化身菩萨见到了二七日中，有人说三七，三七二十一天，二七十四天，华严经讲圆满了。化身菩萨得度了，都得利益了，六道人天得不到利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事实诸菩萨正在这个时候啊，菩萨知道实体还因，我们中国人称他为玉皇大帝，就是忉利天主啊，梵天王，这是四禅天啊，这一些诸天天王跟菩萨他们知道，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实现成佛，合掌礼敬，他们来请法，请佛为诸众生的初转法轮。佛法是四道，四道尊严，没有恭敬心得不到啊，所以凡夫看不出来，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的菩萨，诸天天神，他们代表众生来请法啊，请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，佛法的教学用转法轮做代表啊，转这个意思好，转动啊，有传递，世世代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啊，有这个意思啊，佛是默然受起啊，佛没有说话，没有说话就是接受啊，到波罗奈露林中转法轮，开始教学啊，这就是陆业云啊。那我们看念老下面的解释啊，又法华经言。前面大智度论说的啊，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用经论来注解无量寿经啊，这话不是他说的啊，法华经上讲二十诸梵王是色界天啊，记住天地势，这是欲界天地，护世四天王啊，四天王护法的，即大自在天，大自在天是第四禅天主啊，这个是六道里头地位最高的，并与诸天众还有眷属百千万啊，那么这些人恭敬合掌礼，请我转法轮，这佛说的，人间没人知道
啊，如果没有这些人请法，释迦牟尼佛就走了，就不在这个世间了。佛菩萨慈悲到极处，啊，海心老和尚，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慈悲，给他任务，让他表法，他早就走了。啊，不必在这个世间受这么多苦恼啊！啊，他是表法。啊，我们世间没有人请他，阿弥陀佛请他。啊，弥陀代表我们请他。法轮。啊。为什么佛的教学用法轮来代表？啊，法轮是指佛的教法，演说佛的教法，演是表演，身教，说是演说。身形是做榜样给大家看，啊，别人看了就会向佛请教，啊，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？佛在用言语解释给他听，啊，通通叫转法轮。啊，下面说，轮者为什么叫法轮？转轮圣王之轮宝，我们地球上有没有？没有，一个单位世界里头有，有轮王，啊，轮王，轮是他的交通工具，啊，因为这是人道，不是天道，天人。不需要交通工具，它能变化，人不行。啊，天人，从中国到美国，现在交通工具是飞机。过去是轮船的交通工具，如果是天人是鬼神，他们不需要，他们动一个念头就到达了，速度非常快，啊，有神通，叫神足通，啊，那么在佛经里头，三国阿那含就有神足通，他到哪里去，念头一动，人就到了，不需要交通工具。人道没有这个神通，他需要交通工具，轮宝。现在科学家知道，飞行最适合的。这个形状就是轮啊，这些年来很多地方看到飞碟，飞碟是圆形的，是不是太空人，别的星球上的人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来，他的飞行工具是飞碟，
是圆形的，有冷暴，速度非常快，但是它很灵巧，它可以住在那里不动，定在那里。啊，移动的时候速度非常快。这个东西我看过。啊，我只看过一次。那个时候我没出家，还上班。啊，有一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一个圆形的放绿色的光，放光在空中不动，啊，相当的高度也看得很清楚，啊，有很多人误会，那人家大概是打信号枪打到上面去的，啊，我们看了应该有五分钟，它移动，初移动的时候慢，慢慢的动，突然不见了，那个速度就太快了。啊，那么这桩事情到第二天呢，报纸上刊登了，可见他看到的人很多，在台北市的上空。啊，我们相信常常有，啊，但是看到的机会要不留意、不注意的话，你就会疏忽了。啊，凡是用交通工具飞行的，那就是佛经上讲的龙王。啊，这是他交通工具，也是他的武器。啊，他能达到的，这个领土都是归他管的。啊，所以他能管好多个星球。啊，转轮圣王，这是人间。势力权威最大的，啊，他统治是一个星系，小的星系，啊，像太阳系，啊，太阳系往外还有大星系，啊，现在科学知道的银河系。太阳系属于银河系里头的一员，啊，也就是许许多多的太阳系组成了银河系。啊，银河系外面还有大的星系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世界成就品”、“华藏世界品”，那是。佛经里面讲的天文学，啊，佛法里面除了人道有这个轮宝做交通工具，真正的天道不需要，四王天都不需要，啊，他们有神通，不需要交通工具。说回转四天下，啊，东南西北四周啊，啊，现在讲的好像是太阳系，年岁住院地，啊，这就是作为兵器，啊，好像战斗飞机一样，啊，是他用的武力，故意
比喻佛的教法，佛的教学也流转一切众生界，破除诸烦恼。啊，佛的教学方法有流转的现象，有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的功能。啊，所以用法轮来比喻。《法华文句》里头也有说，《法华文句》是《法华经》的注解，这个注解是天台智者大师做的。啊，隋朝末年，唐朝初年，非常有名的注解，这个里头有一段话说。转佛心中啊，是的，转佛心中化他之法，度如他心，名转法轮。啊，把佛的心中之法转给他的学生啊，让学生开悟，让学生起入，这叫做转法轮啊。嘉祥大师云：自我之彼，故称为转啊，老师知道的，教导给学生，学生明白了，学生开悟了，这叫转。佛法是智慧，是德能，不是知识，不是技术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今天完全崇尚于科学技术知识，所有学校所教的所学的通通是知识啊，这跟佛法了完全相违背。佛法不求这个东西，这些什么，这些东西障碍自信。佛法把这个东西全部放下了。啊，释迦30岁放下所知障，就是过去12年所学的，在宗教里头学的，在学术里面学的，统统放下了，才能够明心见性。他要不放下，他不能见性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佛法要想再复兴起来，有一定的难度。如何让这些科学家承认佛陀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啊，科学家不会承认的。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，他反对，他同时学很多东西啊。现在连小学、幼儿园小朋友都学好多种东西啊，不是学一样啊。啊，光学多闻呢、啊？啊，做家长的不知道啊，认为这是对的。我的孩子学了好多东西，什么都知道，聪明。
他不知道啊，小时候聪明，大了就不聪明了。啊，中国人学东西，自小到长成，讲求的一门，不能学多。啊，为什么？一门能得定，定能开智慧。啊，佛法是要这样，其义自见呢。啊，老师不跟你讲经义的，不解释的。啊，老师什么就叫你读。啊，所以叫读书千遍，千不是固定数目字。啊，这个意思是圆满的意思，什么开悟了。经典里头的意思你完全明白了，自自然然知道了，这就叫千遍足了。这个方法用在知识分子的份上非常恰当啊，书直教举斗啊，过去老师教书，书本上没有标点符号啊，一句一句老师用红朱砂笔把你圈起来，段落用个勾勾出来啊，教你去念啊，每个人天分不一样，所以从前的教学是个别教学，私塾学生有几十个人啊，老师上课是一个人一个人教，大家学东西不一样，进度也不相同啊，古时候用进度标准是十遍就能背啊，你比如说教一百个字，这一百个字十遍你能背，哎，你就是这个水平啊，天分好的可以十遍的能够背三四百个字，那上根人背两三百个字中根人，背一百个字是下根的，还能教一百个字十遍念下来不能背诵，大概老师用方便法只教他识字啊，他不适合于从事于教学工作啊，让他学农学工学商，他将来可以谋生啊，认识字呢对他的这个事业有帮助啊，他不能走文化这条路啊，要重视在德行上培养他，他将来是个好人啊，有能力谋生啊，古时候的教学啊，有能力读书的就是至少是十遍的可以能背一百个字的，这个要好好教他，要督促他啊，那么这一部书从头到尾啊都背完了，背完之后呢就叫他就背这部书教材，老师跟家长协商的啊，老师选择的家长同意，或者家长选择的老师同意，完全看
学生的根性，因材施教啊，熟透了，老师不讲意思，到豁然他自己明白了，把他觉悟的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给他做印证。古时候是这种教法了，这种教法完全违背科学，现在这个科学教学法根本不承认你这个啊，所以这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代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啊，必须要有几个真正用这个方法开悟了，这科学家想想啊，其实这个道理也并不难懂，为什么？一定肯定清净心生智慧啊，不是我读的很多，我知道很多，那都是染污啊，染污不生智慧，生烦恼啊，如果我们能肯定这一点，对于古圣先贤肃然起敬，恭敬心升起来了啊，现在人不相信这，认为古人学的东西很少，知道不多，不能办大事啊，他不知道人家智慧，你学的这么多是知识，知识有局限性，知识有后遗症，你都没办法解决，智慧没有局限，没有后遗症。东方自古以来是追求智慧，不是知识啊，一定要从戒定这条道路走，戒定应戒的定，应定开慧啊，所以我们要做实验，不做实验人不相信啊，我们在联合国做很多次报告，那与会的这些都是各国代表大使啊，我们参加和平会议啊，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兴旺稳定和睦繁荣啊，太平盛世啊，他们听着听着像听故事一样啊，也欢喜也鼓掌，可是下来之后啊，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，他就问我说，法师你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啊，那不能落实啊，做不到啊，别讲了啊，如何才能叫他相信？他们满脑袋科学，科学就是你要该让我看到我才相信，我没看到不相信啊，所以我们在唐池做实验，搞一个小镇啊，把儒释道这三样东西展开来，小镇居民48000人，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一起学，做成功了，做成功我们到联合国声音就大了，那当时没有做这个实验之前，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哑口无言，为什么？我们自己也怀疑，没看到吗？我们只是在典籍文字里面看到的，事实我们也看到 啊
所以通过这个实验，首先自己看到了啊，真的这个实验啊，做了3年，证明2桩事情。第一个，人心本善啊，《三字经》上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正确的，不是假的，真的啊。第二个证明，人是很好教的，不难教啊。我们的教学本来是想的，要2年到3年才能看到成果啊，没有想到3个月成果卓著啊。我跟老师说，千万不要骄傲啊，这值得骄傲，完了，不能骄傲。为什么？是我们干出来的吗？不是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成就？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，人民听话啊，我们要感谢祖宗，感谢三宝，感谢人民，我们是做出榜样来，他肯学习，他相信啊，所以这半道联合国做详细报告啊，我们报告的时间8个小时啊，3天的展览，有图片有文字解释，大家心里相信了，你要不信去看啊，你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啊。3年虽然停了，没有继续再办，可是今天国内传统文化兴旺起来，再引起来了，在全世界啊，外国人半信半疑，到什么时候才相信外国人真正对中国文化生起信心？是习主席访问欧洲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哦，这些大师们听到之后相信了啊，有了信心了，把这个信息传给我啊，主席一带头肯定将来全国都会做啊，《弟子规》这本书，儒家同盟养正重要的教科书，只有1080个字。啊，我是昨天得到的信息，印度尼西亚的同修打电话告诉我，印尼的教育部真的把《弟子规》落实在全国中小学作为必修的课程啊，他们教育部的官员到香港来看我，告诉我这桩事情啊，7月开始，我半信半疑啊。不过他带来了课本《弟子规》，翻成印尼文啊，我介绍他，把蔡黎旭老师细说《弟子规》。这40个小时的教学啊，写成文字了啊，这是讲解，详细讲解，
要翻成印尼佛。这个事情他们在上个月完成了。我到印尼去做了十天访问，转了一圈，在新加坡三天，看新加坡的宗教团结，然后再到马来西亚住了一个星期，回到香港。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，他们这样做对全世界有一定的影响，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生起信心。你看外国人都学，国家的教育部推动全国中小学必修课程，我们看到了欢喜回印尼是回教国家，它的人口是世界第四，人口来算是第四大国，第一个中国，第二是印度，第三是美国，第四是印尼。他们的人口大概是2亿4000万，90%是回教徒。所以回教徒大概2亿，其他宗教也有，他们宗教平等，很难得。我听说在那个地方，好像佛教徒有70万人。那么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，回教国家，回教大学校长到这儿来过2次，告诉我他们学校想正式开办汉学院，汉学院就是儒释道，培养儒释道的师资，回教大学开办的。这个回教大学是世界有名，是埃及回教大学的分校。埃及这个大学有1000多年历史，这个分校在亚洲非常著名。我跟这个学校有关系。你们看到我有一张博士照的照片，穿的衣服是绿色的，就是回教大学的。所以他们来看我听到很高兴。我去访问的时候见过他们的宗教部长。回教大学不归教育部，归宗教部管。国家的教育部，他们的高级官员来访问的时候，主要就是谈如何推动《弟子规》的教育。因为学校太多，全国中小学超过15万所，一个学校一个老师15万人，两个老师30万人，这老师怎么培训？所以我建议他要用网络教学，要用电视教学。
你现在能够有五六十个老师就行啊，电视开一个频道，用电视网络来教啊，你才能教得了啊。老师要培训，我建议他们教育部下面一定要办一个弟子规师资培训班啊。那么训练老师这一门课大概四个月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培训班一年可以办三次三节，要一直办下去，因为你们需要几十万老师。中国文化将来在全世界有光明的前途，为什么？大家都想学，知道这个东西里头有真正的智慧。啊，我们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在起步了，我们如果要走在后面去落伍了，这就很难看了。我们应该站在前面带路才对呀！啊，所以现在年轻人，儒释道这三个根啊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是善业，确实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好啊，尤其是年轻人啊，特别是像汤恩梅所说的，中国文化能救全世界，所以全世界都要学习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心目当中所想的，怎样有一个最好的最圆满的白话翻译本，为什么要用白话的翻译本把它翻成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文字，对于全世界流通啊，这才能建立全世界的共同价值观，世界才会有和平啊，才会有盛世出现啊，这才是汤恩比晚年所说的他心目当中最大的希望，未来属于中国啊。这本书的原书我们已经找到了，啊，确实增长不但是中国人信心，全世界人的信心啊，这是上一个时期英国人啊，这是真正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一位长者他说出来的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